大家好，我是高手。现在是晚上的12点钟，我从陕西西安回江西，然后走的是国道，路过这个22国道，这个湖北十堰郧西县湘口镇，啊，这里一个乡镇，我赶了一天的路，也没有吃饭，然后。看见这里乡镇旁边这个街道上摆了一个帐篷，摆了一点桌子椅子在那里，我以为是做宵夜的，卖宵夜的。我肚子饿了，我就想停车下来吃点东西。结果一看啊，大家看到没有？原来是人家在办丧事。哎呀，我肚子也饿呀。我也想去试一下能不能蹭个商宴，反正商宴嘛，我又不是没蹭过啊。今天蹭一下陌生人的商宴，而且是晚上12点钟，跟着我的镜头出发。而且很多人在那里啊，我们试一下。你们好，打扰一下，你们好，这是你们家里在做事吗？不是，别人家。别人家，老板在这里吧？你找到？我是江西的，我在陕西打工，然后我现在回江西，然后路过这里，我今天赶了一天路，我没吃饭，我可以在这里吃一点吗？这个吃啥？在这里吃一点，我们吃的，我给你拿碗，来，稀饭吧。阿姨，您这么好，来，在这吃的，这稀饭入的了吧？你们好，他是江西的，我江西的，我在陕西上班，然后我今天回去，然后我今天赶了一天路，没吃饭，吃，我们也没吃饭，要多少？找碗，这锅多呀，给你找碗。啊，你们真的太好了，在这吃呢。这两个碗儿跟弄的吃，不是碗，六碗一个就够了，一个够，烫吧，烫吧，没关系，我今天赶了一天路，没吃东西，我想吃一点。你放心吧，这要多少吧，看看看。没事，你们坐嘛。哦，你们真好，谢谢啊，阿姨。不是，俺喝着酒干不干？不喝酒，我开车不喝酒。你刚才还在这倒车了的？对对对，我刚才一开始以为是这里你们摆摊在这卖宵夜的。好，坐上去，好，谢，你们也吃。好，我们坐这。这稀饭你想吃，你多吃点啊。哦，谢。弄点稀饭。好，把这菜吃的来，你炒着吃啊。好。吃点点苦瓜，吃完也不稀了。苦瓜，把苦瓜搁这儿啊。吃好。这饭吃的来吗？吃的来，可以，挺好吃的，热的。来，也不是说话抢点，不是我们这儿的。我江西人。江西的。哎，我这从那路过，我在陕西上班，然后我今天回江西。然后路过这里没吃饭，你咋不全程高速了？高速开车犯困，晚上开的那高速太直了，开的想睡觉。然后我就想走一下国道，不知道这国道这么弯，那个22高那国道好弯呐。上坡下坡的。你回几点子过来？几点呢？现在想吃饭。几点钟过来？我你几点呢？你大点说话。再吃啊！没事没事，可以。说话耽误时间，是吧？对。我一看着。你把这锅完整一点。好，行。这稀饭味的很好吧？我们吃吧。就弄两个碗，要不好好吃，你把这个底下切下吃来。没事。我说烫吧，我说跟弄两个碗。阿姨太好了。这苦味吗？啊。这黄瓜。啊，这黄瓜哦，这是苦味儿。哎呀，你害我来掉舞，你手一摇我都晓得，尾巴一摆我都晓得。他手腕是尾巴。这是魔芋。这魔芋，魔芋豆腐。你吃了再摇啊，吃饱了，多的是。好，谢。不行。
这是你做的。哦，出门饭还是要吃饱。嗯，出门受罪嘛。往年出门是开车在路上，就是赶着赶着就过了吃饭的点。是的，嗯，一开始也没想着说要吃饭，我就是打算吃点东西。然后到了这点，我以为是这里是卖宵夜的，嗯、我就说停下来吃一点东西。我说我想过去站的哪去吃，我们大哥过去呀。回来一个人，你们是一家人吧？我这过生过些，嗯，这事怎么捞了人？嗯，我知道，就是东家贵姓？我讲按说吃饭说话长时间。这姓黄，东家姓黄，嗯，啊、哦，东家姓黄，嗯，你们是他家亲戚还是来帮忙？嗯，他们这亲戚，他们这亲戚，我们现在在这跟前邻居，啊、嗯，他不要脸，你先跟他吃苦吧，行，哦哦，对对，都会吃，辣椒也可以啊，饿了吗？好的，饿了。你那一次掉头的时候，你都不说。啊，掉头的时候你说了，还没想掉头的时候我没好意思。哎呀，掉头的时候，我们主要是这儿的那个，他们这拿个车子在这儿挑头，我们这拿开车的。嗯，是我刚才停在这上面。这么软的路，你一个人呐？是啊，我一个人，我在陕西上班嘛，然后我回江西。你在陕西上班，你咋？哎呀，你何必坐飞机回去不了？有车啊，那车我要开回去啊，那不能车丢在上面。车子不能停到这边，啊？你车子一软搁到这里，那我家里也要用一下车嘛。嗯。哦，自己有车方便些嘛。哦，开把车开。就是开的辛苦一点。嗯，开确实辛苦。我说坐飞机的就是合适些。是。嗯。啊，谢谢你们。不行。啊，这个是啊，你吃好。嗯，好，我先吃完这里的。我的小媳妇呢？还跟我要，你那行不行？来，咱们先来，多点倒，不是不能烧烫了。我的好亲媳妇啊！好，再是给这个小伙子。嗯。老板放的。啊，对。好，今天跟你聊了。啊。我跟老板。都可以，汤也可以，汤也可以，汤也可以。吃饱啊，吃饱，谢谢阿姨哈，谢谢，谢谢阿姨，吃饱，把酒盖了，谢谢阿姨，赶紧菜，他们一起吃嘛，一起吃，我夹得到，可以，我夹得到啊，你可以慢慢吃啊，吃饱啊，您吃饱了吗？我吃饱了，我现在是吃，好，人先吃人后来，还没吃饱啊。没有干一块，这好干，叫木兰可以来。他在屋屋里面木兰去了。哦，我是啥你讲才来？我要叫他，我打电话叫他来接我，那狗狗的我黑不跟我跑。对，你都不叫我生你，你还跑跑？我稀罕，我这不在这里，我叫你生。吃吃。你瞧他吃。嗯，赶紧吃。恁家把我们这还有点黄瓜，你接着吃青菜。好，行，谢谢。你那边来了，这不来了，也不是嘛。那人都问我们一下，都在这等着一起吃饭，啊，都怪好的。你要不支开，刚才你们还没坐在这里吃，然后我想找个地方吃饭，实在没找到，找到我又回来了。这晚上都关门了。嗯。哦，这啥时候了，还不关门呢？这我能吃过梗的夜的饭的吧？吃过梗饭，这都是过梗饭的哇！哦，十二点过梗饭，啊对对，好，你再晚了的，谁都看不见了。我那的人找你吧，开车满到出门的人都那个都辛苦，找你入到饭了，关着在那吃点不饿。挡着个饭挡着，那吃好还有，喝了两碗这个粥，够了大哥，够了。现在还有，咱正吃饱饱的。好，谢谢阿姨，好热情啊。回来吃饭，给你要。还省到这儿来，够了。吃饱，不讲。吃饱了。再吃点，再吃点。我来这就不会客气了哈。够了。再要点，嗯，再吃，也不是没电，好了，要没电了，这太热情，我吃可以了，
三碗这个，这个是绿豆粥。绿豆粥，我有黑米嘛。绿豆黑米煮的粥。煮的粥黑。民夫的儿女想挣的没？吃着了。这个粥，你没饿？很，刚出锅的，很烫。时候，然后吃的心里也是暖暖的。我多吃了，不我少吃了。我上饭吃完的。他这多着，老老吃不得了。这一大桌子人都很热情，一点都，我要是也不过问啊。老啊，能吃了四张了。您刚才说你的女婿也在江西、嗯、我女儿嫁在江西，但是她没在这住，在我在家里，在我家、啊嗯、你女婿是江西的、哎、女婿是江西、啊、江西哪里啊？江西是那个吉安、那个、吉安嗯，我老家就是吉安的。老家吉安的。哎，真的太巧了。他吉安哪里啊？吉安我没去过，我不知道，我只晓得他在那儿是吉安、哦、知道是吉安的。你看我的车牌，车牌是赣地，赣地就是吉安。他是他那爷有个爹娘了，我没去过，我啊没去过。嗯，你还没叫啊？他本来他是吉安的啊，等于你女婿是吉安的，嗯、然后你女儿是在这边住，嗯啊，在这边，没他没在这儿住，啊有缘，这么巧。我女婿是江西的，也是多门好，多门直爽。啊，嗯、直爽。你今天大开始请头。是你们都吃好了吗？好了，好了。不是说是大地的，嗯，小的。你还上高速吗？不上了，奶奶，我上高速，晚上我等下，嗯，开高速困晚上。高速都直接。这到高速也快了吧？你晚上。不是、啊、他晓得，我就导航沿这个路一直走、哦、走到，走得困了我就找个地方睡觉，我就明天再接着走。嗯啊，那你都困了到那儿，你今晚上还走不走了？今晚上不走，你还到下边一个红岩楼那儿睡啥？我红岩楼可这不有人的，这夜深了。啊，就是那个旅店是吧？啊，那店有一个旅店。嗯，旅店关门了。外边有一个叫那个字叫红岩楼。红岩楼啊、哦，红岩楼啊啊，都外人，在这行行，我等一下看一下哈、嗯啊嗯，谢谢了。你一会儿在车子掉头到正在那那边买，嗯，都带着了嘛。在马路右边，啊、哎，从这边过去，马路右手边。不是我们把叫红岩楼，它的名字都是红岩楼。再好点可以吧？够了够了，嗯，谢谢，啊、够了够了，真吃饱了，嗯，真吃饱了，吃饱了吃饱了。有慢，你、啊、我现在吃好了，啊，然后。谢谢你们的、啊、不谢谢你们留我吃个宵夜哈，不谢过根饭是吧、啊？过根饭哎，那慢走啊！我也拿点东西送给你们，我也不能白吃。不算不算，走，快走，只管走。我车上好像有一壶油。不给，不给，给你们，给你们。跟你说，反正你们做饭也用得上啊。不不。这边，哎，人多，小伙子，你听我说，这人多，都不是，没事，人多，不是，哎呀，我也不能咋的，不能要，不能要，不是不是，就一壶油而已嘛，没事，没点事啊，过了里面，没点事，不要，啊，不要客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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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我就送到拉夫，不是，没事，送给你们，不要，还钱，嗯，好，放，不要放，啊，给你们，哎呀，哪说的，可不要，人多，别放着我，小伙子，他先他先他。我不用讲，不用客气啊！人多太多了，你送他啊！谢谢你们啊！红岩楼本身变辈儿嘛，也不知道啥事。红岩楼估计睡了。啊！你带小伙子吗？你在我们在这旁边，你在我们家里睡可以吧？在你们家睡。我们都在这旁边。这个、你晚一会儿可以吧？阿姨也怪过细的大方。阿姨说留我在她家里睡。红岩楼那儿没有人了。他们晚上没事，谢谢你们，你们的心意我领了，我再开一段路，开一段路，我就找个地方睡，往下走，往下走一点啊。好好好好。
谢谢你，阿姨，好，慢走啊，大哥，没事，那我就走了，好，阿姨，谢谢啊，走，祝你们身体健康，好，顺顺利利，好，你走，走了哈，走慢点啊，他路上慢点啊，啊，谢谢你们啊，拜拜，走，走了啊，再见哈，走了。都关了门，没有哪家店是开着门的。这个乡镇上面没有人，乡下都关门比较早，怎么办？送油他又不要，那真成了白痴啊！这地方又特别偏僻，我刚才开车找了一下，没有哪个商店是开着门的。我想，我虽然没有现金，我想换点现金，包个101块钱。这没有商店。米油又不要，难办，那实在不行就白吃一回了啊，抱歉了，大家放过我好吗？还有那个我吃了上路饭的那个啊，东家哈，放过我啊，我以后一定多做好事啊，多做好事。那今天视频就录到这里了，拜拜。